今年唐德宗律师过身77周年，对书纪念会杜克市市府将唐德宗受难日3月13日定制担起正义加勇气纪念日10周年。律师会一开始依照往例先设行仪环，才进入唐德宗纪念公园。其中为了见证唐德宗父亲，就是日本宇土市的人，所以该市市长袁松茂雄嘛，专工率领40人访问团来台南，强调是跨国完成梦想。台南市は今なお在台南市看到唐德宗先生受到大家的尊敬啊及表扬赞美，在此我深表敬意。我曾经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来台南访问见证这个正义以及勇气的纪念日，并且在这个国家认同以及能够了解历史变迁的公园里在唐德宗先生的铜像前献花这今天我终于达成了愿望的，真的非常的感动。为了纪念唐德宗律师不怕当时维权勇敢牺牲的精神，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年也将唐德宗在原民生陵园受难的地点设立不计为之的标示。市长温铁和日本代表团也以献花向前正式告白。我们是来纪念唐德宗律师，其实也希望让我们的民主人权的政治会当继续来发芽，继续来成长。这个是一个唐律师为台湾牺牲，为了伊的力量牺牲，伊的上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台湾人，要走向未来，上重要的第一步。所以每一天的这个时，我们都会在这里来让大家不能忘记唐德宗历史。在正义和勇气纪念日在周年的这刻，金马奖导演黄明正找出唐德宗的纪录片3月10日也将在全国印刷上演，会中金曲歌王贾冰友也首次公开演唱一位电影所写的主题曲《我是谁》来献给唐德宗律师，让人深深感动。面对唐德宗律师和这些市民在2018白色恐怖所受的不公不义，也希望传承给未来世代捍卫人权教育和转型正义的精神。不管是在什么时代，都是我们台湾人最需要的，就是不能都只想自己，不然其实以人性来说是正常，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说顾衫就顾巴肚较重要啊，但是就是爱像唐律师安尼，为台湾的大局、含社会大事来设想。在庄严的对书会中，除了成为日本熊本甲台湾台南城市文化交流，更予市民甲游客伫献花同时，深刻认识台南的历史文化，画出人权尊重的社会。台南新闻，君子蔡宏博的。